各位朋友，我又回来了。我在玩《马里奥创作家二：无尽任务》，最困难，超难。上次啊，光第一关的鬼屋，我就过到从30只死到剩8只，有一只还是刚刚过关加台的。现在第二关，第二关我能打多久呢？我能不能撑过第二关呢？好吧，今天就来看一下。好难哦！哎，光明的世界总是看起来比较简单。哎，然后再开始就是有很多疑心病，什么都想看一下。他这不会又是解谜的吧？Oh my god， 兄弟们！火龙来了！我在急什么？我在急什么？我在干什么？标准关卡，所以应该是正常玩，技巧好的话是可以过关的。Come on！干嘛？他先吃那个，再跳过去，应该是可以。我不会就这样结束了吧？我的生涯就两关，好难哦。不是可以哦，刺不行，用旋转来猜的，我以为可以，就像陀螺一样。哎，多标准都没有。什么东西？他突然给我个吧的声音。我想办法在火龙那个喷过来的时候不能缩小。哎呀！保安位置啊！我火龙可以钻过去啊！哎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剩3条命而已嘛。我想吃到那个加命菇。这是用生命来换经验。我知道了，我要从上面的洞离开了。所以我往前走应该是过不了关。最后一只，
蛋。我的无尽任务结束了，这太难了啦！但是我觉得再接再厉，好吧，我再试试看。没有这种道理的啦。取得103枚以上的金币后过关。不难啊，我有点搞不清楚趣味点子，他觉得趣味吗？我觉得不好笑哎。从哪里呀？他这一定是有技巧、有方向的。玩到头发都乱。没，好了。啊！时间到了。这种超难关。还是说其实很后面很多金币其实没有。没有说就是一定要。一定要就是。很不趣味耶。他这样就是说我没有做到。这好难哦 ，Speedrun
对啊，就是跑啊。我觉得这很难。他就是放了音乐给我。要怎么吃？一个都没吃到。哎，我是忘了敲什么东西，感觉后面蛮多的。那个忍者在干什么？我觉得不要执着于前面的，前面的是陷阱。不要让，不要被他骗了。我越来越觉得。好丢脸哦！哎，有机会耶！哎呀，我先被骗了，我以为要全部要吃光。OK 啦，Let's go！现在我有信心了，信心爆棚了，信心爆棚了。这人只是来混淆我。有加台就好，100，哎呦，103呢。玛丽又不是很矮的吗？刚刚被这边前面的给骗了。
no！ 我在前面就要跳高一点，跳到那一阶才可以。可跳太高很容易死啊，我剩八只哎。嘿，忍者不要影响我，认真。刚刚都过得很顺啊，七只了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你起码把这一段过关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是恶魔，啊，水嘞！那边就过关啦。最后技术，最后要跳高一点，远一点，越高越远越好。自己，呼 ，Come on， 可以哦，可以哦。太早跳，太早跳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剩两次。啊！最后一只。对不起大家，我今天完全都没过关。好啦，今天就到这边吧。最高纪录一，太惨了，现在再来从头开始。那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支持我，拜拜。